武侠真功夫，你没门派，拍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，从电影动漫里学的动作，我的武侠有点不一样，但我永远都记得初次联系景天时，他跟我说的那句话：武侠就是武侠，没有什么正的歪的。从那之后，我的武侠画面感就更清晰了，一看见一不小心，就是我的武侠。 你叫王小虎。